帮粉丝抽奖。就凭咱们之前的经验，这一次照样不用60个彩虹币直接把它拿下，好吧？前面这些啊，老规矩，咱们正常这样抽，第一发有可能直接中啊。啊，潮流纤维还可以，毕竟才两个彩虹币嘛。OK， 再来这一次，这一次应该是在个金币哦。Hello， 哥们，你是真不给面子。再来一次，就信我这一次表情。喂，兄弟，有面了啊！爹爹不爱。OK， 这一次咱们照常继续单抽，不用八折券和四折券。盲盒染色剂 ，OK， 接着来。咱们现在才花了30个，才花了30个而已。这一次一点是42个。42个。哦，还剩4个。这一次可以再单抽一次。看到吗 ?OK, 42个了已经。这一次呢 ,8 折一用 ,42,50,53 个。现在已经是53个。我靠！不是哥们儿，这个号怎么比我的还欧啊？我勒个豆，四折券我还没用上，我以为还要再用一次四折券不保底就行，没想到这么给面子的。我勒个豆啊，兄弟，王爷这次是真给面子呀，太牛了！终于有一次帮粉丝抽奖是比我自己还有其他人都要欧的了，我就问问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只花了53个彩虹币。